今日我好高兴同一千多名选举委员一起出席李家超先生的《我和我们》同开新篇行政长官的选举活动。行政长官选举是香港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，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不仅是特区政府的首长，而同时是整个特区的首长，代表整个特区，我们要认识这一点。同时行政长官不仅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，亦都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，我们亦都要认识这一点。这些都是基本法的规定。未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会加速演变，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，作为高度开放和高度国际化的城市，机遇和挑战并存，优势和短板并存。因此全香港社会更需要上下同欲，要减少空转内耗，要有大局思想，有集体意志，有奉献精神，有处理好小我和大我关系的意识。我对香港的未来有信心，我相信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，新一届的特区政府不仅可以按照基本法领导香港人治理好香港，而同时可以贡献国家，践行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11月12日对香港提出的四个新的希望，即是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全面开放，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，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民交流。请大家在后日踊跃投票，多谢大家。